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是 Dan. 在 MIS 成员经理突然的退团后, 今天首次公开了6人 MIS 的照片, 而因为成员서른的一个行动, 让韩国网友们都心碎了。 今天 MIS 为了参加在日本举行的 AA 颁奖典礼的时候拍了6人团体照。而在拍照的时候,因为出道后一直以来跟 서른一起做双手爱心的基尼 已经不在了,所以 Anson们应该知道,虽然 MIS 成员们之间的关系都很好,但尤其是相对性格比较内向,而且又是同龄的 서륜基尼两个人,关系更是不能说得亲近。在比双手爱心的时候,也总是两个人一起做,所以 서륜今天习惯性做出的这个行动,真的让很多网友们都心碎了。哇,这个真的心要裂了,这真的是习惯性做出与队友做的行动后,结果发现队友不在了,而出现的那种表情,真的很心痛。真的为什么要这样?虽然知道一定是有什么原因,但是为什么这几天一直反复的这样想? 我真的很爱策略运气,最起码要让他最后向粉丝们打个招呼吧,影片也好,手写信也好。然后今天 MIS 官方推特通知,本来今天要公开的 MIS 圣诞节团综,也因为制作上的原因取消公开了。因为突然取消了团综的公开,所以也有韩国网友们表示,是因为没能剪辑基尼的片段吗? 这也就是说原本没有要退团的意思不是吗?到底是怎么回事?然后今天那个一直黑艺人们的YouTube频道,又在拿基尼的退团创造一些有的没的谣言,希望华语圈的大家在看到官方,或者是最起码有了照片影片的证据后,再选择要不要相信吧。对于曹源做出的双手爱心,大家觉得怎么样呢? 下个消息是,防弹酸的大哥金今天公开了入伍前的平头照片。 长得帅的人,就算剃了平头也是一样的帅。 有要入伍的人,就会有退伍的人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023年将要退伍的爱豆们。 EXO Baekhyun Shiny Taemin Day6 Youngkang Monster X Seonwoo ONENOFF 효진, 이션, 제이어스, 와이어, MK, 데이식스 도훈, 크나큰 정인성, B1F4 산드, SF9 인성, 블락비 피오, SF9 영빈, 골든차이드 이대열, 펜타곤 홍석, 아스트로 MJ, 데이식스 원필, 박서함. 好的,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,我们下支影片再见,拜拜!